我觉得他们其实到十九分的时候也是有很多我们自己的丢分嘛，团体赛就是这样，包括男双也这样，稍微有一点处理不好就会被追上来。当然可能他们也非常想渴望拿下比赛，但最后我们能够咬下来，我觉得欧翔一做得非常好，对吧？对，轩逸觉得呢？我觉得那一家比赛很不容易吧，其实后面关键分我没想那么多，也就是夺了。我觉得他们可能比我们更急，因为他们领先嘛，其实追分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更急嘛。